晚上好，先生女士，欢迎来到心想事成。请问你们之前有来过这里吗？没有，今天第一次来。你怎么 CP 值这么高的？我们的确是 CP 值优良餐厅，没有灌水成分。请问一下有菜单吗？抱歉，我们这里是无菜单料理。那今晚有什么特色菜吗？哈哈哈，我们所有菜色都非常有特色，就过来。我们这里的菜色每一份都是为了你们量身定做，都是如此独特。我们的厨师会读取每位客人心灵，并就着你个人的口味烹饪出更优质的菜色。这真的超赞耶，我们要怎么点餐？您不用点餐的，先生，我们的厨师已经知道你们想吃的菜色是什么了。哇靠，这真的太酷了，不知道我们会吃到什么。没错，我超兴奋，我希望来点巧克力哦，培根也不错，加点玉子香。我也是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为我们的周年纪念日祝贺，甜心。小姐，您的巧克力鱼子酱配培根到了。这次实在是太棒了。而先生您的餐点，清蒸懒叫。这他妈的是三小啊！先生，这是您的晚餐，清蒸懒叫。这肯定出什么错了，我根本没有。念文，你为什么要点一坛懒叫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根本就没有点过这个东西啊。先生，我们可以肯定你脑中想的菜式就是这个了。我的脑袋并没有想这盘东西。我们非常专业，没有在骗您。我们断定你脑袋所想的东西是，哦，我希望有一大堆懒叫在我口中进行深喉咙运动，睡哟。以上，我总之不要这鬼东西，这一定是和其他人搞混了。是燕文，其他人在干我们呢。您能撤回您的清蒸懒叫，就算您现在反悔。现在立刻把这盘东西给我拿走。燕文，你毁了周年纪念，我要走了。先做你的清蒸懒叫好了。我要去拿账单了，先生。哦，谢，这他妈的极品！